嚟到一向都是香港人的后花园，但原来后花园里面还有一个后花园，那里不单止鸟语花香，还很有家的感觉。沿着这条行人步道就可以散着步咁欣赏啲杜鹃花啦。整个凉亭都被啲咁靓嘅紫藤包围，完全系置身喺花海啊！呢度仲有西式雕塑布置，摆位好有心思噶。睇完杜鹃花，记得睇埋呢几种特别嘅花同植物啊！如果你喜欢美满团聚花圃的杜鹃花，还想发掘更多更漂亮的杜鹃，就不可以错过网上花展了。只要一部手机，轻轻松松就可以看完所有特色花圃设置，再加上互动游戏和18区园圃有奖投票活动，为你的赏花过程增添更多趣味。